外观活泼、字体鲜明的农会招牌，亮丽新颖的青绿色建筑，这是全新的太麻里地区农会办公厅。走进办公大厅，方正的格局、明确的柜台标示，让以后来农会申办业务的农友乡亲们能够清楚的辨识，非常贴心。太麻里地区农会呢，在1998年八八风灾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仓库。工教部整个都被流失以后，在各界的这个协助之下，我们重建我们的新的办公厅舍。所以说，我们把各部股的这个单位整合在这个地方，做一个最完整的服务。太麻里地区农会能够提供更便捷与完整的服务，让农民乡亲可以更安心，不用再东奔西跑了。不但省时又便利，连交通费都省下来了。东台新闻范耀麟、张家维，太麻里报道。